翻嚟香港，近日香港降温，不过 Isabella 梁洛斯呢日仍然着住赤膊露肩装亮相品牌活动，尽显佢高挑苗条嘅身形。Isabella 透露有几部电影洽谈当中系文艺片，无需要打斗，又话自己工作以外都仲系工作，暂时冇其他杂念。而三个仔仔都大个仔，都会催促佢揾个伴。不过佢自己暂时就想将心思放喺事业度啦。咪主力都系电影为主咧，音乐会唔会都考虑呢？主力会系电影为主嘅，不过。在歌唱方面我都不抗拒，因為近排都有些譬如綜藝節目都有找，所以我對門都是打開的，其實我自己都喜歡唱歌，是的，看機緣，他們都不小朋友，都是大朋友，他們都非常支持我，就是要有自己的事業，我對這個感情都還是有憧憬的，不過就即係順其自然啦，即係唔係你話想要就要，咁係咯，暫時都係想工作。